好。你想唔想入 Andy 間房先？定係轉頭先啦。跟住咧，我間房係好遠，但係呢間就係 Sarah 間房啦。Sarah 房。Sarah 房。Hello， hello。首先見到的人，我今天是特登 tag 咗你嘅，因為咧，我哋喺個 post 度話，佢話如果我做到掌上壓，我就去做 gym 咯。係啦，咁而家我就做到啦。我就去咗做 gym 啦。已經做咗啦，係嘛？真係㗎。Hello。喂呀！你好啊。喂呀！我是来看他的，是啊，我来看 Surround。 Hello， 好久没见了。 Yeah， 你好不好玩啊？昨晚昨晚当然好啦，第一次人生里程碑，第一次上红馆，第一次红馆，你想想这个化妆间，红馆化妆间很多很多大明星都在這裡化妝，現在多了你了。唉，我這些貼雞的 small potato， 有得可以坐在這裡。飛雞絲但我們最好玩的這間房，這間房是最好玩的 Happy Room。 看一看這樣還不 happy？ 哇哇，這些最厲害的東西都放在這裡，你看旁邊是沒有的，在這裡才有，所以很多人喜歡進來這裡。我對上次這樣拍下他們的後台是麥花臣啊，來自荷蘭人還沒有白金眼，展望來荷蘭造型，其實很漂亮，可以買來穿這套衣服，雖然現在有點熱。喂，有條紅色繩嘅咩？周邊嘅喎。係啊係啊。哦好，我搞掂，我而家搞。佢入咗嚟呢邊喎。三送你啊嘛。今日俾錢咪佢啦，係嘛？冇啊！冇啊！我已經發錢啦，你冇俾咪佢。喂，高露啲衫好靚咯，係我會想買嗰啲嚟嘅喎。Look at this！ 見呢個正。Hello，Echo。Hello。大家排隊入去呢度睇高露換衫啊？係啊係啊，嗱 ，show pass 就得啊嘛。係啊。勁尷尬，是不是進去了？看完show之後，有很多女仔也有很多男仔跟我說，喂，高佬那晚真的很帥，我也認同的。咦，原來我沒有那麼多帥。開show啦，影show呢就有些不知道怎麼辦，因為呢試過影的show呢有音樂成分呢就說侵權啦，好像都是 Andy 的唱萬世巨星啊，但我又想影晒啲 band member 俾你睇，阿權啦。咁咧，校咗塊鏡之後係阿魔音出現，我笑咗好耐，所以咧一定要 share 俾你聽。唔知點解佢出現咗一個怪叫聲，好影下 Pearl 先。有好多 band member 咧係 Andy 嘅 band member 啦，即係演唱會 band member 啦。哎，好忙啊 ，Bambi。高佬一走过来就要影很多东西了，有很多是Surround Band Member 啦，又有 Enviti 的 Band Member 啦，即是 A New World If You Can Take It 啦，跟着又有很多我的 Band Member 啦，夜鬼是啦，夜鬼未消失的话定给你们听 Edgar 啦 yeah 是啦，所以就很想影晒给你们看每一个人，期待已久的 Surround 终于出场啦。那呢Joey 是特登飛回來的，是啊，他本身是不在香港，他有重要的事故他就會飛回來。
啲神秘嘅地方，早半隻歌。頭暈啊！係咪大家睇到？咦，係好大煙。點啊？少女戰士，休息，好近啊，好手啊，好手拍啊，唔知會唔會有嗰啲智能監察監察到我播咗少少嗰啲歌，唉，唔好告我。好啦，呢一個係 Surround 推出嘅酒，唔知推出咗未咧？出片嘅時候，大家留意一下啦。咁就記住 like 啦 ，subscribe 啦 ，like 埋所有嘅 Instagram 啦。下次見，拜拜。